和菲叶从2013年推出巧克力之后，一直以巧克力颗粒水为主。请问孙总，志同道合在以后的产品推广方面有什么新的动向？是继续以颗粒水溶水为主呢，还是继续推出其他品类的产品？ 好，谢谢朱光书带货啊。其实这个问题啊，在2个月之前啊，我就不断的接到代理商的电话，说孙总啊，有的说老孙，有的说卢建，你说咱们现在就卖一个产品巧克力，这个有好多人模仿的啊，我这个压力也非常大，因为每个业务员啊，都来这个说，你看我们这个巧克力，我们这个肥料跟巧克力一样，这个价格啊。 比巧克力便宜，就这个经销商也是好意，就问咱们什么时候能推出第二个产品，啊，或者说是呢，就是提建议，咱们是不是用巧克力这三个字再出一个有机肥啊，这个水溶肥啊，当然元素啊。当时呢，我只能说是，那是为了来去，这个平息这个代理商的这个情绪。其实我的战略规划呢，就是做品牌。 做品牌呢，首先你要代表什么？一个品牌首先代表什么？这个巧克力这三个字，它就代表颗粒水溶肥。公司呢也有这个，上新产品的打算。如果再上新产品的话，那就不是颗粒水溶肥了，有可能我们还要开辟一个新的品类。这个新的不同的品类占据不同的品牌，推品牌而不是推这个公司。公司呢就是我们一个品牌强大的一个文化的后盾。谢谢。